Google直轧式水箱护罩更显侵略感，德系豪华性能车登台，舍弃 V8 动力，改采2.0升直列四缸涡轮引擎，配上一具电动马达，导入 F1 赛道科技，让最大马力来到680匹，零到100公里加速只需3.4秒。 F1 科技的量产车呢，拥有的是赛车的包覆性座椅，内装采用大量的碳纤维材质。如果你要有驾驭乐趣，它有8种的驾驶模式可以选择。驾驭模式随时调整，靠的就是 F1 性能移转，内装也有大量的赛车套件。科技上是11.9寸的触控荧幕，还有全景式天窗，能下赛道，也能日常行驶。We are trying to have the most unique and the best technology in our cars.And when it comes to performance cars, of course, the Formula One technology is benchmark, and that is what we are bringing now. 继限量 AMG One 之后，再导入其他车款，未来有望更广泛的运用。而以 F1 概念打造超跑，它不是第一家。英国豪车厂与红牛车队合作研发超跑，搭载一具 6.5升 V12 引擎跟电动马达的混合动力系统，最大马力来到1155匹。 可不可以开到 F1？ 我不敢讲，因为我也没开过 F1。但是我讲真的，至少我们觉得我们车上的配件跟科技是来自于 F1，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以往 F1 会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如今电动化的进步，运用混合动力系统，将赛道科技完美复制，量产车能拥有同等性能，让粉丝也能一圆当赛车手的梦想。三立新闻中央方向台报道。